听听很好吃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别拍这边的，不好意思这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要保护一下微信，他们我们家艺人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从造型来看你们俩不是一组的，是的，其实这个用膝盖都能看出来。那你跟谁是一组的这个衣服啊？跟马佳琪。是吗？你带我们去让 马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。好，走。其实更重要的是欢呼声吧，就是相当于大家的欢呼声，就是对我们的鼓励，得到了大家的鼓励认可之后，就会发挥得更好。今天第一个马上要上了，你紧张吗？我一直都在紧张，我在化妆的时候就紧张，我接水的时候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每次上来都会紧张，但待会儿就不会特别紧张。从重逢之后，一直都没有观众。下面有观众的表演和没有观众表演，你的状态上会不一样。其实你上台之后，你只能发挥你在台下的70%，超常发挥，在我看来就是你其实你只是发挥了你的100%，正好就是你把那30%也发挥出来了。觉得那在我看来是超常发挥，你不可能你在台下只练到100%，你上台你也能展现出130%的东西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正常来说的话，你上台之后大概都是很理智的。是很理智的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，下一秒你要干什么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去年的新年音乐会是我们最后一次，我们的活动有观众吗？就一年多了。他面纱拿了吗？紧张吗？戴耳麦。还好吧，我主要是他不急他不急，他是主要是要，然后还好嗓子没事。现在主要是怕拍的不完整。现在开到多少？开到新西兰去了。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，就是容易，就是如果出错之后就很紧张。你作为 TNT 现在的大哥，安排的第一场，你有什么作为大哥的安排吗？明天我就走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走了。什么？四轩，我可以把我弟弟带过来吗？张扬想把他姐姐和弟弟全部带过来。怎么样？愿意请我们去吃饭吗？忒大方。哥哥，三位哥哥，请我吃饭，这叫打不过就加入。他说要照顾你们，无微不至。是吗？是吗？没有错。是吗？没有啊。谁叫我起床的呀？呀，是闹钟。谁叫雅轩起来的？呀，是我。什么？没听清。少了一些什么吗？还是少了一些大家的欢呼声，七嘴八舌的那种，就叽叽喳喳，大家说个不停。就感觉这次会比较安静。好，每次吵的时候都是我们。那哥哥们有没有对你们的舞台有什么话或者祝福吗？今天早上丁哥还有马哥都发了的。马哥跟我说好好表现，看你们发挥了，说没问题，我们一定会把这里炸掉炸穿掉的。就是张哥其实马上就考试了嘛，也希望他跟我们一起加油。想他们。对，真的想他们。如果他们来了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看一些吧。对，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效果的舞台出现。可惜他们高考了，明年就到我了。这种现场唱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，可能这黑昨天才还是鬼才，要你管才怪，那头皮变黑了。